尽心尽力的，想要这么重视你的作品，然后你绕来了这么大一组人来帮你洗完身，我觉得你要很感谢这一群愿意同理你，然后跟你在一起的人，谢谢。我们想跟那个，刚才特别给这个剧组有个，就是，比如说，因为片场在场，其实应该是大家有一点点共识了哦，就技术面来说，你们有一个建议，看哪一块是可以要大刀阔斧的。好，首先我觉得那个爷爷的角色是对的，那爷爷跟乌鸦基本上是一样。他为什么我会觉得有点难接受？因为你的片子一开始是写实的，你的第一场在那个厕所是写实的，在早餐店也是写实的，而且早餐店的妈妈有点啰嗦，然后妈妈感觉不太，因为我看她的这个为什么她的那个价值感不高一点，就觉得这个妈妈开早餐店好像开的不是很好，然后那个阿公也很奇怪，然后主角是最礼貌的那个人。可是实际上，整部片子的主角他并没有很礼貌，他其实是一直被这个礼貌。对，那我会建议说，可能你的前面不要是写实的基调，你一开始就是一个布、幻境跟山，然后我们的主角，然后介绍他是在那个早餐店里面的，对，他妈妈念他说什么，他还好，他以前有所冒险，这样就再赶快让他们的旅程发展。你要在5分钟之内让他们上路。你懂吗？要少到真少。对，然后呢，那个河边的这些仪式都，我建议都可以不要。对，然后尽可能的弄得更加的迷幻。对，然后我会觉得说，你以20分钟为目标的话，离母亲那边是第10分钟的时候，你自己衡量一下你现在的长度，你就会知道要强调多少。对，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尽可能的在对话的时候都给主角一些反应的不注意，不要太抢戏。他应该是一个配角，可是他比主角还要迷人，但是显得主角像个笨蛋一样。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因为我是认同主角的。对，然后因为你想讲的道理，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他不宜讲这么久，你懂？讲那么久就很烦，对，就好像你妈就叫你不要抽烟一样。对，讲一辈子都不要冲，就很烦。对，然后所以片长，因为你的道理并没有这么丰富，所以就是一个人要忘记过去，要往前走。对，我觉得就锁定这一点就好。对，然后不要再去担心一些微博的事情、脚踏实地之类的。对，然后不过我有一个东西我一直没办法解决，就是说为什么要机场要在山上？然后他说，前面有一架飞机起飞，可是那前面都是树林，可能会有飞机起飞，这个我无法理解。然后或许你可以多，既然你的画面是实的，那音效可以是虚的，你懂我意思吗？你可以，因为你现在的做法是没办法重拍的嘛。那我觉得颜色也不宜调得太奇怪，你可以让整个山的声音都是一些很奇怪的声音，就是说在那个晚上的时候听到了很多叮叮叮叮叮的那种道士铃铛声音。对，在听仪器的时候，不是只是说书而已，也是还有一些南管、北管那种，这样子，就那个仪式的味道会更重，大概是这样。我补充一下，就是说那个对啊，好，我很快，就是说其实也是会应该也是点一下到说，就确实刚刚在早餐店的部分会，比如说两个高中生，我就觉得很奇怪嘛，就是他说你未来想做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干嘛，然后就说那我就下一个。其实这样的台词就是其实没有帮你变小要分，那我觉得可以考虑的题是不点也成点必看的作品。其实如果导演可能是喜欢，我看你可能看过，然后但是为什么不点也成是不点也成？就是因为必看这样懂得把中国变得很第三世界，然后很迷幻、很抑郁感，所以会让我们就是台湾人或是欧洲人看着觉得哇，就是每一个场面就是可能是必看的生活的景象。对我来说就很喜欢，然后他当然也带了一些很诗意或是很怪异的拍摄手法，所以说显现出一种非常有趣的情境哦。但是我看到这部片，会觉得好像有这样的企图，但是确实在技术上面或者是取景上面有点落差。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手段，就是要拍这样的作品，
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的，就是可以参考看高老师的建议，我都觉得很好。好，谢谢同学。哎，我哎，最后一下啊，我回应一下那个乌鸦这个角色，他其实是主导做，应该是他有点想要持续成为。